外国人说解气，寒露。进入深秋，气温有凉爽，转下寒冷，地面的露水遇冷，即将凝结成霜。寒露是24节气的第17个节气，也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。碧云天，黄叶地，寒露节气是赏秋的最好时节。菊始黄华，桂花晚香，层林尽染。这个时节，大雁也开始了他们的南飞之旅，他们派着整齐的队形飞向南方。候鸟的迁徙标志着冬季的临近，提醒着人们要做好过冬的准备。寒露是秋天的诗篇，是岁月的痕迹，让我们在这个特别的节气里感受大自然的韵律，品味生活的美好。